我只能说是自己努力不够，辜负了我们市民的期待跟期望。所有支持我的市民，我都非常的感谢，做得不够好，那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市民给我们支持。那我在这边也要预祝我的对手，期待他未来的四年过程当中，能够带领着基隆继续往前进，让基隆不要走回头路。那也恭喜我的对手。那当然除了我的对手之外，有另外几位候选人跟市一样没有机会能够当选，我想我们都大家彼此互相勉励，大家都为了基隆好，基隆加油，基隆加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再给市一一个加油好不好？蔡市一加油，基隆加油，蔡市一加油，基隆加油，蔡市一加油，基隆加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只能说是自己努力不够，辜负了我们市民的期待跟期望。那自己努力不够，没有其他的理由，就是自己努力不够而已。那所有我们的竞选干部都非常的认真，所有支持我的市民，我都非常的感谢。对我来讲，从有一个机会基层出身，然后让基隆市民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跟鼓励，让市议有机会从立委的助理担任议员，担任立委，到这一次来参选基隆市的市长。在我人生的旅途中，我已经非常的感谢跟知足，所以对我跟我太太来讲，除了感谢基隆市民这段期间这一阵子给我们的努力的照顾之外，我真的没有其他的言语能够来形容。